利维塔二代最坚硬的核潜装甲都能被它撕碎，是目前海底作战物理战术攻击的最强武器。 召集行动组全员开会，一定要灭掉这帮畜生！是，贾恩，从现在开始，24小时全面锁定鱼群。好，我现在就搜索。 快点！哎，王姐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，来了好多鲨鱼！哎，快锁！快点！救人去！哎。
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是在担心你爸吗？ 我16岁那年，跟我爸大吵了一架。从那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跟他好好沟通过。有时候我真想跟他好好谈谈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猜我爸也是这样。啊，有时候就是这样，越是亲近的人呢，越难敞开心扉。 什么？怎么了？江恩，刚才又发生了变种鲨鱼袭击事件，就在你家附近。我家附近。袁博士，你快来看。 还是不行，变种鲨鱼的基因构成非常的复杂，短时间内很难找到它们的弱点。临时通知，请所有和变种鲨鱼事件相关的负责人到大厅集合。临时通知，请所有和变种鲨鱼事件相关的负责人到大厅集合。你看这个地方。 这有缺失啊！奇怪，这一部分莫雷留下的资料被海管局给带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看来这个药是有效的，但是目前看是可以。是没药效。 根据 DTEC 公司莫雷的资料，我们推算出 R7 是为一种能对变种鲨群。如各位所见，这是我们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案。现在我宣布，启动 B 计划，投放 R7。收到，开始准备。局长，这个计划太危险了，这要件我知道。林阳，准备好，立刻出发。是，投放 R7会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永久性的破坏。我理解你的意思，顾全大局，必然有所牺牲。 但是我们会将损失降到最低。局长，这事真的马虎不得。你也知道 ，R7一旦投放，整个鹦鹉下海峡会有一半以上海洋生物都会消失的，这是不可逆转的未来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消失的可能就是100%。李阳。 检查装备，准备出发。是，局长，我们一定还有更好的选择。那你就说说你的方案。我现在还没有，但你给我一点时间。行了，你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半个小时后，R7鹦鹉侠。 投放，是，局长。戒掉武装直升机群，配备反变种鲨鱼特殊子弹。